朋友和小孩卷起裤管，戴上手套，来到虾池里，弯下腰，双手在水里抓呀抓。我被你笑死了！白虾十分有活力，要抓它可不容易，民众得耐心才能抓到白虾，放进提袋里。提袋里满满的白虾，活蹦乱跳。十五号早上8点半开始，在宜兰南澳神秘海滩举行第三次的摸虾节，吸引大批游客来参加。接近自然，对，真的，体验不一样的生活。我们现场报名的大概有将近200个人哦，带来的爸爸妈妈，我想现场应该有大概400位以上的朋友。那么最主要是，从来没有人可以吃到新鲜活跳的白虾。再好的白虾都是冷冻的。八月正是白虾最肥美的时候，来到南澳虾摸节，在限时10分钟，只要能用手抓起来的虾子，通通都是你的，还能现抓现煮。在玩野嘞！这个吃起来带水嫩水嫩 QQ 的感觉，然后还吃果冻的感觉，非常赞。民众亲手抓的白虾吃得特别津津有味，现场不止可以体验抓虾，还能抓鲟龙鱼，吃上特制鲟龙鱼的冰淇淋，近距离和海洋生物体验，不少民众直呼下次还要来。三立新闻黄国瑞、张启云，宜兰采访报道。